开到十重。啊。这多久？谁？半个小时。你来多久？来这样，半个小时有。哦。你带了十几分钟了吧？嗯。就好像要下雨。对啊。我好久没打球了。你啊，呀，我也是啊，最近喜欢打，就是回来投就丢。哦。今天去桃园啊。哦。科学园区那边转一转。哦。那边天气很好啊。对啊。所以那边有什么公园吗？或什么？没有，那边我老婆喜欢去看那边附近的新的建案啊。我觉得就新盖房子啊，新盖的房子啊，他都喜欢去那边了解那边周边。谁？你老婆？嗯。为什么他是买房子的？就那边去那边看啊。啊？哦，你们要买那边啊？看看。台北这边比较高，就一直往桃园那边看、啊。你们现在这个不是买的吗？对啊，我们是买啦、啊。那、啊就是、再买一个。还买一个租人啊。哦。就看看啦、啊。南港这里再买一个、啊，对不对？南港。南港那边已经有了、啊，不要了。你说现在住这里啊？这里不是吗？你现在几个了？两个。这是我老婆妹妹的。哦。你现在住的是你老婆妹妹的。嗯。对。哦。我们是买了桃园八德。啊、哦，八德。嗯。几平？后天的、啊，70多平啊。哇，三层楼、啊。就是98年金融风暴那时候买的。哇，那好价钱吗？没有，我们本来那时候700-800万，大概想要买这里。哦，是。可是这里就想到两个小孩加我妈，空间不太够，已经3-5年之后就不够了。好可惜哦，就是如果您先买这里，然后再倒卖，再在那边买，对不对？可是那边你那个时候没买，现在也没得买了、啊。是啊、哦。现在那边也涨一倍啊。这边也涨一倍吗？这边是2倍了。这边可能2倍啦。对啊。哎呦，算了。什么地方都是很容易起，桃园以北都几乎涨。